啊，大鳄鱼，你们俩怎么同时出现了？啊，好吓人哦。说到这里，我要再重新来一次了。我不敢吃你们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吧。我可不敢吃它，我怕它咬我。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啊，又是你俩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问问他们，让不让我吃？你们俩谁让我吃啊？不让，不让，就让我来给你说吧。啊，好，红色的鳄鱼，你说。你吃我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啊，你还有条件呢？你什么条件呀？你送我一朵小红花，我就让你吃。这个可以，我送你一朵小红花吧。赶快接住吧。好啦。我可以吃你了吧？不行不行，一朵小红花根本就不够的。你不是耍赖吗？你让我送你一朵小红花，你又不让我吃你。哈哈，一朵小红花我根本就下不来的。你问问小朋友们有没有，一人送我一朵，我就可以下来了。我帮你问一问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赶快送大鳄鱼小红花吧，因为我想吃它，所以说你们赶快送它小红花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它啦。大鳄鱼，我现在可以把你拿下来了吧？小朋友们现在正在送呢。那你就把我拿下来吧。哇，我终于可以吃到你肚子里的糖果啦。那我把你打开啦。好吧，你打开我吧，不要把我弄痛了哟。把我弄痛了，我会咬你的。哇，你肚子里的这么多糖果。哇，今天收获真不小啊，这么多糖果。哇，还是小彩豆，五颜六色的。好好吃啊。我们今天吃这些。先拆一个紫色的。看看里边是什么，拆到这里我给大家。红色的，拆拆里边是什么？蛋仔棒棒糖，疯狂摇晃，这需用力按，不然还真出不来。吃到这里，我给大家说个好。又卡壳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奶油甜到心里了。虾没有一个死虾，宝贝，能懂吗？风小
孩大牌子，很多大主播都在卖，但是今天是这些年来最便宜的一次，没有之一。大家都知道现在品牌都内卷，天海藏包括这全部都内卷，是不是姐妹们？所以说品牌都内卷了，宝宝你就说今年生意多难做吧。所以说大家是捡漏的时候啊，这么多年最便宜的一次马上马活动就没有了。这双十二的活动来一盒40块钱，在线下不可能再低了，对不对？两盒就是80。你可以给大家看看线下三十粒起拍的，便宜的48块钱三十粒，都是按粒卖，没有按克的，也没有按啥的，宝贝都是按粒儿，看到没？30粒48块8，30粒56块8，30粒58块8，来，看到没？姐妹们，45粒卖你45.9，就是最便宜的都是一粒1块钱，都是按粒卖的，最便宜没有低于1块钱一粒的，姐妹们啊，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三盒的话，宝贝一盒是35粒，这三盒都是多少钱？80-120块钱了，来4盒160，对不对？今天4盒160块钱，您不要宝贝，160不要，来158-16108都不要了，宝贝儿，直接破个低价，没有低于99过。大家都知道正常卖价是99块钱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99也不要了，直接立减20块钱，直接破价来79.8元，来改价成这。只要是买过的姐妹都知道，都是99块钱。来，今天下单再送一盒，来啊，还给你一盒6盒。大家我没有说错吧？6盒的话，新鲜买的话240，你在我们的直播间买超便宜，都卖你99.8元，给你发的是6大盒，没毛病吧，姐妹们？没毛病。所有的都买过，买过这个牌子都知道，这是铁打的价格，就是99.9元，给你发6盒龙虾尾。今天是减20块钱，79.9元，然后。6盒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下单成功再送一盒，7盒，7盒今天还不够，然后下单成功再给一盒，8盒，便宜20块钱，我再送您2盒，到手79.9元8盒，99块钱6盒的，今天79.8元。我说姐妹，这个价格真的没有谁了，你再往那挪一点点，我这人家全挡住，我也没法吃了。不是，我这是卖货的时候我才往那挪来了。不忘商标放后面什么意思？我的妈呀，你那心眼子，你好像我骗你似的。我把它放前头，你能看到里面是啥吗？你这小官妹，你这心眼子没用到正对方，老铁，是这个样子的，让你们能看到里面是啥东西，官妹，你好像我骗你似的，官妹。你我要是给你放前面，你不就看不到里面是啥了吗，亲爱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啊、嗯，来，没有拍的宝贝自己拍，500单马上嘛没有了，亲爱的啊，79.9元8大盒。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告诉你。今年买虾尾，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。过年会涨钱的。有时候是不是很多父母爷爷奶奶是没吃过虾尾的，是不是？买回家给他们尝尝鲜，或者是吃的很少，或者是很少吃，因为啥？真的比较贵。买给你在线下买，你不管是上饭店点还是点外卖，30粒起拍，1粒合到1块钱，最少1粒合到1块钱。俺们家的。凤小孩的在线下他有40天有卖的，你可以去看一看，这一粒这一盒是35粒，你可以看一看这一盒是不是卖你39.9元。你79.9元，你在线下你连2盒都够呛能买来，哥们你连2盒都够呛能买来，在俺们家能买8盒。俺们家今天的单价合了多少？合了9.9元一盒。就是我问大家，虾尾活虾线虾的，而且是品牌的凤小孩的，这一盒35尾9.9元，便宜不便宜啊？哎呀，美宁买了怎么储存？它是冷冻保存。我跟你们说，老铁，奎哥太吵了，你小点声不行吗？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姐妹们，咱家的龙虾尾，你回到家，家里来个朋友呀，来个客人呀，你招待朋友、招待客人，你倒上这么一盘子，老上档次了。再一个，咱们自己追个剧、看个电视、看个直播的时候，姐妹们，咱们吃起来老爽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辣度？在中辣左右，它不是特别辣，但是它也挺辣的，亲爱的啊，在中辣左右，非常 nice。而且是它一盒的话，不是说确确实实只有35粒，没有那么准确。它是按克来的，但是姐妹们啊，就是35粒左右，有36粒的、37粒的，也有35粒的，可能也会有个34粒，但是基本上最多就35粒左右啊，宝贝。而且你现在买这一粒的话，没有低于1块钱一粒的，贵的话都1块多一粒。你现在买这一盒的话，就得要你40块钱左右。今天我们家是79.9元给你发8盒，正常买的话是99给你发6盒，便宜20块钱，然后再送你2盒。今天姐妹们啊，对，加着计时的，可好吃了。嗯，每一个都是那种轻松脱壳的，真的超级耐吃。看姐妹们，哇，这个龙虾尾，又可爽了。咱们配个小烧烤呀，配个面呀，哎呦天哪！然后追个剧，看个电视，看个直播呀，来客人了呀，招待一下呀，是不是，亲爱的？老上档次了，龙虾尾是可贵的了，亲爱的啊，咱招待朋友就可上档次。你看，
平时大家想吃龙虾尾的不舍得吃的，或者是咱们平时买太贵的性价比不高的，今天都可以去那个啥，姐妹们啊，谁吃的时候去一粒一粒的数呀。有些姐妹她较真的，我必须得解释一下，有些姐妹说啊，你没有35、34，嗯，或者37、36，反正就带35左右啊，放急冻啊，冷冻保存2个月，卫生巾全部都是最新日期签的，每一粒都是那种大粒的，特别新鲜，都可爽，尤其是配个8+1，就 是配个饮料都可过瘾了，而且最主要是没有添加剂，还没有防腐剂，你看这每一粒姐妹都老大了，哈，这么多个8盒龙虾尾，快过年了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姐妹们平时不舍得吃的过年多囤一点，咱过年的时候咱就好不容易放个假，咱自己在家实现龙虾自由，而且它不光便宜，它的口味老好吃了，官妹，它的口味是那种特别香辣的，特别好吃的，特别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，很爽，很好吃，而且辣度也刚，味道很足，很足。就这一盒里面有35尾，没有多余的汤汁，它没有汤汁压秤，看到没有，官妹，里面是满满登登的35尾，就是买过的我就不用介绍了，但是没买过的给大家没买过的说过一下。这一盒35尾，这一盒你的线下你买买看是不是39.9块？对的，一盒39.9块，哥们儿，你79.9块，你在线下你只能买2盒，在俺们家能买8盒，哥们儿，8盒龙虾尾，老牛老牛老牛了，下单了，辣的是熟的，它是加热即食的，姐妹们，就加热一下口感会更好一些。俺们家的今天单价，你在线下79.9块能买2盒，对不对？一盒35尾，一盒卖39.9。79.9能买2盒吧，我们家今天79.9给大家8盒，合到一盒9.9一盒，牛逼！就是我问大家，这一盒35尾虾尾相当于35个小龙虾，这一盒9.9便宜不便宜？便宜啊，真便宜，对不对啊，哥们儿？我说实话，双十二活动今年就是最卷的一年了，哥们儿，我估计来年都没办法卷了，再卷没法干了，没法干了。就这虾尾卖了好多年了，99.6盒。凤小孩的卖了多么多年了，99.6盒，今年79.98盒，合到9.9一盒。我说实话，买一9.9买一盒虾尾，不比买猪蹄买那个东西香吗？哥们儿，买这个还是好，哥们儿，买回家平常卖的挺贵的，咱们吃的不多的，想吃了囤上一些，一单79.9，它不是卖你159，对，299，对，一共是280尾。吃过的都知道，虾尾是按尾算，一尾最少合到1块钱一粒。按粒按尾。对，俺们家今天280尾，8盒，太给力了。79.9，合到合到多少钱呢，哥们？就喜欢他们，谢谢。9.9，合9.9一盒，一盒9.9一盒，一盒35尾。你给我们家姐妹倒一盒。来，正好这个。来，我给大家倒一盒，姐妹们啊，一盒你得线下买40-50块钱。今天我给大家现场，而且我们家戴手套的。就大家有的时候在外面不方便呀，没法洗手呀，我们是有一次性手套的，都很用心的。没有，我家好在哪里吧？别人家都是按汤汁去压秤，我们家没有多余的汤汁，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一盒，宝贝儿啊，看，你自己回到家放点香菜，放点啥的，贼拉好吃，姐妹们，贼拉好。你这35粒在新鲜买，就这么一点儿，不多啊，宝贝儿，35粒你这新鲜买就得30-10块钱，是不是吃不过瘾？有名的贵。是不是在外面你点这么一份根本就不够你吃过瘾的？是的。今天宝贝儿，我让你一盒吃不过瘾吃2盒，2盒吃不过瘾吃3盒，我让你3盒的钱，姐妹们，才让你比线面一盒的钱那么贵。今天一盒30-10块钱，一粒1块钱吧。我这3盒的话都将近100粒了，姐妹们，这3盒才要你30块钱，宝贝儿，3盒才要你30块钱，线下你买一盒就得30，而且一盒就那点儿，吃不过瘾，真吃不过瘾，就那30多粒儿，根本还没咋吃呢就没了，你不够吃的吧？在我家3盒，宝贝才要你1盒的钱，你说便宜不便宜？便宜啊！所以说，赶紧去买吧，姐妹们，这个价格根本就不需要犹豫了。8盒才要你79.9，9.9一盒，来600来了，一份就这么点儿。根本我觉得只是过过嘴瘾可以，你要是吃过瘾，宝贝儿，你那一小盒，你在新疆买35粒真的不够你吃的，就是多多准的事儿。但是你在我家，宝贝儿，3盒可就是一大盘子了呀，姐妹们，3盒放两黄瓜一盆了，姐妹，一小大盘子了，一盒都得一盒这些。你新疆买的话，你3盒的话就一大盘子了，就够你吃的了。对，一盒的话确实不够啊，8准的事儿。但是3盒才多少钱？在我家买3盒才30块钱。在线下买一盒就得30多，你就是区别就出来了，姐妹们。是的，线下吃不过瘾的，在我家吃的过瘾一些。多重？130克一盒，没有汤汁做压秤，而且在35粒龙虾尾，姐妹们啊。虾尾卖虾尾，你记住了，哥们儿，不干超级过瘾，
按尾数，一尾多少钱？按尾，就是你经常点虾尾了，你会知道哦，原来虾尾是按尾算的，就是这一粒，这就是一尾一粒一块钱，没有按斤算的。买龙虾从来没有说按斤算，也从来没有人说按克算，都是按多少尾多少粒算。吃过的我就不用解释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点过的都知道，三十粒起拍，一粒最少一块钱，对不对？是。吃过的我就不用介绍了，不吃过的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哥们，虾尾45粒，45.9块，这是卖的最便宜的一家，没有之一了，哥们。我再给你看看卖的贵的，卖的贵的小份的30尾，看到没有？30尾56.8块，30尾56.8块，卖的中等的价格的是30尾48块，就是这一粒就算一尾，合到1块多一粒，哥们。俺们家280粒。然后8盒才79.9块，合到9.9块一盒，9.9块能买35粒。这个真的老牛了，哥们啊，老牛老牛老牛了，大家就可以放进去拍吧。这个价格真的，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价格，而且龙虾尾是这么多都在卖，但是我说良心话，我们家真的就是超给力了，什么快递没有黄瓜，里面是纯虾尾，我这是做点黄瓜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面有黄瓜吗，宝贝？就是不是我做这个黄瓜是为了啥？是为了让大家吃的时候不要单独吃虾尾，可以拌点黄瓜呀，这一起。虾尾里面烧点黄瓜。我这里面没有黄瓜，这个里面都没有黄瓜，黄瓜是我自己放进去的。这玩意儿还要吗？当然要。他的快递是发的中通冷链，老铁啊，中通冷链。要是给您扣个药，我最后再加100单，这个品就过了，我这个品就不卖了，到点了，卖的时间。也到点了，姐妹们啊，没有拍了自己去拍一单，我们要下个品了，吃饭了，姐妹们啊，因为这个东西说实在话真的是佣金给我们拉到最低了，这个价格真的是低的可怜了，你说这啥价格了，对不对？疯小孩的龙虾尾不用您多说，吃龙虾尾宝贝大家都认识这个牌子，包括你看那些做服装的主播，一些千万几千万的主播，只要是一搞龙虾尾的厂，都是要么就天海酱，要么就是疯小孩，对不对，姐妹？他们都是齐名的大品牌，姐妹们啊，嘎嘎有名的，这是在行业里面都不用您多说的，我给大家卖的所有的那种肉类的东西，海鲜类的，没有一个杂牌，都是大品牌，姐妹们啊。疯小孩我们家是这个里面是做的无汤汁的一个工艺，大家能看得见吗？纯纯的都是龙虾尾，它里面有35粒左右，而且每一个里面都给大家佩戴一个，就是这种易拉罐易拉式的，很干净，而且是每一个都佩戴一个无菌的这种的小手套，老铁啊，就正儿八经一个吃的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方便大家去吃一下，在外面有的时候没法洗手呀，没法啥的，对不对？特别的干净，特别的卫生。线下你买龙虾尾的话都贵到什么程度了呢，亲爱的？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活鲜下沙，你看它的这个状态，姐妹们啊，轻松脱壳，看每一类都这种轻松脱壳，特别的新鲜，活虾现杀的，姐妹们啊。是的，线下你单买一类，人不卖，都是30粒起拍，30粒最便宜的，没有卖你10粒，卖你20粒的，都最少30粒的去卖。线下这一个是45粒，卖你45.9块，这是最便宜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是30粒，卖你59.8块，这个太贵了啊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正常的价格，正常价格，30粒卖你48.8块，这个就是一粒都快把钱，姐妹们啊，就是你记着一句话，线面都是按粒卖，没有低于1块钱一粒的。如果你不信，现在点开你的某团，现在就去收，打开你的某团，现在就去点龙虾尾，你可以去对比一下，看看您有没有说谎。真的，我建议大家现在不相信我的，打开美团，你搜一下龙虾尾是不是老铁30粒起拍，1粒1块钱，一盒包出来就这么多，35尾左右。对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宝贝儿，今天一盒就得40块钱，对不对？35粒左右。是的。今天一盒40，2盒80，来3盒120，来4盒160，160今天您不要，宝贝儿，158149138，老铁啊，129190都不要，正常给我改价，老铁，正常的价格，来99块钱改价上市。加上库存了，宝贝儿。169的，今天99块钱给大家发的是4大盒，下单成功再送一盒。来5盒。来再来6盒。六盒龙虾尾，姐妹大家都知道都是99.9块，今天全部破价，再减20块钱，到手79.9块。大家都知道的，现在你买这6盒的话，宝贝儿，你都得240块钱了。你在我们网上买的话，卖给大家的都是99块钱6盒。今天双12做活动是减20块钱，到手79.9块给你发6盒，超便宜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就是姐妹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在线下你买一盒的钱，30块钱，就40多块钱。今天让你在我家买3盒。姐妹牛不牛？给力！就你现在买一盒的钱，35粒左右就得40多块钱。今天让你在我家买3盒多，然后今天我给你发6盒了，姐妹们还不够。今天减了20块钱，79.9块6盒，然后下单成功再送您一盒。
来七盒，七盒够不够？来不够，再给一盒，八盒。它是麻辣口的，姐妹们，到手八盒龙虾尾，79.9元，线下买八盒就得320，我只要大家79.9元。而且这个价格，如果大家觉得我卖的贵，大家没买过，没有对比性，打开美团看一下，没有低于1元一粒的龙虾尾，没有，谁家都没有。30粒48，任何一家都没有。45粒45。然后30粒56.8元，你想想，最便宜的都不会低于1元一粒。对，你想想，姐妹们，一盒30多粒根本就不够你吃的，8.8元一盒就没了，一份就没了，40-50元，30-40元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又太贵又不想那点太多，对不对？今天让你在您的直播间，一盒不够您吃的，关门，你在我家你炒2盒，2盒不够您吃的，您吃3盒行不行？3盒可就是一大盘子了，姐妹们，超大的盘子，一大盘子了，再放点黄瓜，你总够吃的了吧，姐妹们？喝个8+1呀，是不是配个饮料呀？3盒在外面买，你兜里多少钱？你让你在外面买一盒的钱，一份的钱，35粒的钱，让你在我家买3盒的钱，我家一盒35粒。这3盒将近100多粒了，姐妹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拍的一定要去拍一单，超实惠。虾尾吃过的刚才也都介绍了，没吃过的吃过的都知道它的价格了，对不对？你在线下买的话就是一尾1元，就是一尾最少1元，就是我给大家说的少的，一般都得合到1元。